这个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随时都会有一些情况出现，所以无常是正常的但是面对突然来的变化。可能不是我们预期的，那这是我们人生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当父母、老师的，也要表演，给孩子看，当我们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呢能不慌张，能定得下心。来处理。那这个就是展现了做人做事的给孩子、给学生看所以没有坏事，出现情况也不是坏事比方说我上不来了，好事大家。可以去喝咖啡还不用上课。好，那上课也是好事大家可以互相切磋。好，我们上一次课程一起学习到的是居有常，业无变。今天呢，我们进入下一句金句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这些句子对于小孩来讲能够建立这样的心态。那他真的是受用一生你看孩子有勿擅为的态度他就不会自作主张自以为是他就有恭敬父母的态度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近亲者不敢慢于人他对父母恭敬了，内化了他到学校恭敬老师了他在班级当中他也懂得恭敬班长或者尊重主事的人你比方这个，教室里面有个小，图书区，那可能有同学管理那这对人有恭敬了，他不会随便去拿书他会跟人家负责的人打个招呼，说明清楚所以一句经文呢，有大用他有恭敬心，他会守法律在任何场合都有他应该要守的风俗、守的法令、守的规定。他有这个恭敬的态度了，他都能提得起应该有的行为出来了。像这个胡晓林老师好像有提到他坐飞机的时候飞机停了但是呢还没有停稳只是到了地面了很多人都站起来要拿行李了这个不妥当了
因为坐飞机有坐飞机的规矩啊，他看到师长都很有规矩，这个恭敬心落实在哪？落实在很多这些细节部分呢？包含我们到人家的家里，到人家的单位。你要对主人尊重啊，哪怕他很欢喜把家里借给你用啊，你总不能把他家里的这些格局通通掉啊掉啊，乾坤大挪移了，都不先跟他打个招呼啊，这个就很自然对人的尊重。其实我们在学校里面，比方学校有很多体育器材室啊，或者图书馆呢，那个都有他执掌的人，都要尊重。人有时候啊，在位置比较高的时候啊，他就。那个恭敬啊，可能就在这个境界当中啊，会退了。所以富贵啊，比较不好修行。比方承德啊，在庐江的时候，那算处在比较高位了。那有一个同仁呢。他有一个负责，就是管理，可能大众比方说供养，承德的东西，但是毕竟那是他管的，我们也要尊重啊，我假如起一个念头，那是人家供养我的，我就随便拿，都不跟他说一下。那我们可能就是在这个高位当中啊，自己的恭敬心不知不觉下降了。所以这个贤护啊，师长说的，首先要会护自己的心念呢。包含像我们教学。要护自己的心呢，尤其是护初发心呢。教了5年，教了10年，教了20年，那种热情、豪情不减当年。那这个是初发心护得很好了。初发心成佛有余啊。那这一句话用在教书了。那我们教书初发心保持了，那我们这条啊，在教学在当老师的角色当中啊，行菩萨道就能走圆满了，功德圆满。好，那我们在引导孩子的时候。也要让他体恤到，可能他做什么事的时候啊，会让父母很担忧，或者会让父母啊很难受，那这些是不能做啊。那诸位老师啊，诸位仁者啊，您在教学的时候啊。比方说这个事虽小勿擅为啊，您曾经有就哪一些角度啊提醒孩子？因为我们提醒孩子呢，必须很契合他现在的生活状态、学习状态啊，或者他的人际关系的状态啊。你一讲的这个角度啊，他马上有共鸣。
这个就是气理啊，还要气机啊。比方说你举的情境呢，好像跟他的生活所遇到的都不是很相同，这个就不契机了。哦，或者有没有哪一个老师有收集啊？比方，哎呀，现在哪个社会事件呢？就是这个孩子自己没有重视“事虽小，勿擅为”了，最后促成了很严重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借由这些发生的事情呢，来告诫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引以为戒。因为我们举的例子，这个也不能都是古代的啊，我也要举一些现代的情况。好，因为我们上一节课说，大家走在这个教学的路上啊，不要担心啊，因为我们是 teamwork 啊，我们是团队协作啊，这么多第一线的老师都是我们的后盾，大家的经验都可以提供出来，让其他的同道可以做参考，大家也可以广修供养。上一次我们几位忍者踊跃发言啊。好。好多位都是我们教育界的前辈啊，都是承德的前辈啊。大家可以不要客气啊。有想到的可以跟大家做分享啊。诸供养中，法供养为最。大家有要分享的可以举手啊！哎，那假如都还是没有的时候，我就继续讲话啊。一般父母会担心安全的问题。你去游泳了你去登山了。这些事情，事虽小，勿擅为。有关安全的问题啊，这个都要跟父母讲。这个不能自己擅自做主。包含会造成我们染污的。不能去这个干了坏事情了，因为有时候这小朋友之间呢，他好奇呀，同侪之间互相影响，除非说这个孩子对《弟子规》这些教诲，他是认知很深的，不然很容易都受同侪影响，所以教这些都要及时赶快教啊。我们成长的过程呢，不管是小学、初中、高中啊，受同学影响很大了。当说传统文化没有深入去学呀，同侪有时候说做一些坏事情，也都被拉过去了。所以勿以恶小而为之，恶再小啊，都不能去做啊。那当然啊，有智慧的父母老师啊，他都会抓住一些机会点，
像我们很熟悉东晋陶侃陶侃搬砖呢，大家有印象吧？这个历史人物他们自我的警觉性都很高他把自己懈怠懒散了因为当时候这个魏晋等于是国家都一直往南移了被北方这些少数民族侵略了所以他们都是很有民族使命感的，所以透过一些像这样搬砖锻炼自己体魄提醒自己不可以松懈懒散下来了。那这些例子要拉回来那我们怎么透过一些做法让自己修学不要懈怠让自己更能够去承担教学的使命那这个都要靠自己自我来护念锻炼不然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娑婆界是退缘多进缘比较少这个都要自求多福了那这个陶侃他当官了一开始在渔村里面当官结果有一天寄了几盎像现在的鱼罐头寄回家了后来被他妈妈退回来了那他母亲就告诉他你现在当官了你怎么可以拿这些官家的东西呢寄回家里来呢他可能是职务之便呢寄一点回家里去了这个事虽然小但是他的母亲觉得不可以这样做护他廉洁的心呢我们慢慢去体会护自己还有护别人真的不容易你只要比方说财物你拿了一次的你就慢慢慢慢就堕落下去了所以李炳南老师说财是浮屠虫不该拿的钱你拿一次你慢慢就浮屠了甚至越拿越贪婪了贼怕第一次你看这些错误的行为第一次做的时候哇战战兢兢的但是有一次就有两次三次的就越走越偏了所以他母亲在他刚开始当官的时候也是抓住这个机会给他当头一棒他记住了之后就成为清官了所以一个男子有好的母亲有好的妻子他在人生这一些可能是堕落的点能够保持清醒所以妻贤夫祸少有时候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这些家里的因缘是蛮重要的。
那我们在引导孩子的时候啊，有时候呢，也站在他们的心态上，就不要让他感觉好像我们都是在说服他们，有时候讲讲他们心里的状态，他们会觉得，老师还挺理解我的，比方有一个设问，是不是也会有同学会认为，哎呀，父母亲太啰嗦了，事情管得太多了，可能这么一讲，底下学生点头，对，太啰嗦了，管太多了，那可能就想自己做决定了，就可以了，可是我们还小啊。你结伴去打电动玩具的，假如去购买一些暴力色情的书籍呀，这无形当中就强害自己，身心不自知了。所以父母为什么啰嗦？因为他很怕我们受污染了，危险了。这个父母跟老师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老师教尊这个孝顺父母啊，父母教尊重老师啊，我们当父母的人总不能一天到晚在跟孩子说"我为你好，我为你好"啊，这个话也有点讲不出口了，当老师的人，能够体恤到人家当父母的难，然后能很好的去引导孩子去理解父母的心。你看还有一个设问，这个都是这个《弟子规》简说当中的内容。这个都是教育界的老前辈，毫无保留啊，把他的经验供养给我们。可能有的同学啊会怀疑啊，那好的事情向父母禀报，却得不到父母的同意，岂不是要错过好的机会了？我们在教学的人呢、你分析情况啊，方方面面都分析到了，这个孩子觉得，老师考虑事情很周到啊，这些话都讲到我心里了。还是你讲话比较偏重在某个角度，那孩子心里觉得，老师讲这个，但还有其他的情况啊，他不一定完全接受我们的说法了。这一个老师分析事情的广度、深度也挺重要的。你讲话让孩子很服气、很敬佩，他就越肯听老师的话了。那这么一设问呢？可能是好事情啊，却得不到父母同意。可能学生听到这里啊，点头吧。但是进一步啊，引导学生呢，那大家要深思啊，为什么父母会不同意呀？往往怕我们受到伤害，或者出现什么情况才反对啊。所以假如真的是好事情好机会啊，那就要委婉的向父母说明啊，解决父母的疑虑啊，得到他们的应许才去做。现在是在跟父母相处，其实我们想一想，
到学校去了，跟老师的相处不是也是这样？到单位去了，你不能说我觉得是好事啊，啊，都没有领导同意的，啊，你就很冲动的要去做完，都要能够说明清楚，都要能够去体恤到对方的疑虑啊，在家要体恤得到父母的疑虑，在学校要能体恤到老师的疑虑担心在哪，你到单位去也要能够体会得到领导或者同事的疑虑在哪，那个随时能够体恤别人的心境啊，这个对一个孩子太重要了。那什么时候引导孩子慢慢提起这样的心境？现在的孩子是什么？自我感受太强了，他没有办法去体恤别人的心呢，没有办法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事情了。啊，听说有一个词啊，叫巨婴啊，大家听过这个词吗？我没有听过啊。哦，好，巨婴呢，就是呢，他已经是大人了，可是他的行为跟小朋友一样啊，都没成熟啊。哎，比方说我们曾经听过啊，赶火车没赶上啊，那火车开了，他居然跳上去了。你看他的心智很幼稚啊，他情绪障碍啊很大，没赶上他痛苦的要死，居然做出跳火车了，不成熟啊。比方说他要赶飞机，五分钟晚了，人家已经关了，不能再上了。他对这个服务人员大吼大叫，非做不可，然后跑上去打人家耳光了。你说这大学毕业生呢，干这种行为啊，啊，这叫巨婴啊。身体是成人的身体了，心智啊，完全都是自我的。好，这个一遇到事情了，无理取闹了，控制不了情绪了，那被惯坏了，谁惯他了？家里的长辈啊，不懂教育他呢。他完全活在自我当中了。好，现在这样的现象啊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教育啊真的要着眼在孩子一生幸福与否来思考，我们就不会忽略那个最重要的做人做事了。你看下一句，物虽小勿私藏，这一句他没有学会了，没有扎这个根了，他到社会上去，他不廉洁，他早晚出事啊。好，哦，那我们看啊，这个王老师分析到了，哎，你委婉的跟父母说明了，解决父母疑虑，得到他们的应许才去做嘛。假如父母仍然不同意啊，他的心中仍然是担心不已啊，
父母还是心里还是会七上八下不安，那我们岂能忍心再去做呢？对吧？引导孩子，你不能想着我要去做什么事情而不体恤到父母的心情啊！啊，这个也是点到为止的，哎，引发孩子啊，不能你想去做的事情让父母在家里这个忐忑不安，这样不妥当的。好，哦，那这个物虽小，事虽小，勿擅为。有没有哪一位仁者啊，也要分享一点经验的？哦，或者您自己的这一句自己是怎么用功的？哦，不一定是教学，其实。身教都来自于自己怎么用功呢？我们能开解这一句经句，开解的让孩子感动，那就我们在这一句当中下比较深的功夫了。那我们在讲的时候就娓娓道来了。哦，那物虽小，哦，好，哦，我们有一位仁者举手了啊，哎，我这边看你们的名字，对不起啊，看得比较不清楚，啊，有请啊。您的麦克风还没有开。好，谢谢。陈德法师，各位同学，各位学长，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后学啊，在2022年左右，在体会这一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就像净空法师老法师所说的，根没有扎稳。那因为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呢，总觉得遇到一些障碍，没有办法去排除，除了念佛、做礼拜、念经。那后来后学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我的根都没有扎稳的话，那我怎么去带我的孩子？那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我就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学生，每一天我们会先念《太上感应篇》跟《文昌帝君英咒文》，在上课前先把它念过。那念过之后呢，就是想要扎这个根。后来呢，经过了一年多，我们每一天都持续不间断，因为每一天都上课，所以呢，只要有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就会把本子拿出来念，那么把它念过。后来学生跟学生之间，就会说，哎，你今天做错了什么事情？是跟太上感应篇或是文昌帝君咒文上面的？有符合的，会彼此互相纠正。那净空法师说，与其结善缘结恶缘，不如结法缘。那我就从这个点出发，那跟我的学生、我的孩子结法缘。在这个区块上呢，必须落实，因为信解行证，所以重点在相信了、知道了、理解了，重点在行。所以每一天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么我在大概3年前，在某一间宫庙看到了一本书，那本书呢是黄念祖老居士所做的《大经集解》。那我一看呢，我就爱不释手了，就非常喜欢这本书，就在那宫庙看了一半。那我就跟那个在那边的住持说，我可以把这本带回去吗？他说，可以，但是你要记得归还。后来我就没有归还，我就隔一阵子，他又打电话来给我说，你差不多要还书了。我说我真的还没看完。后来呢，我就想说，
那与其这样，我这么爱这本书，应该有人跟我跟我一样，所以我就打去后面的那个出版社，跟他说，你们这边是不是有印这本书？那隔了大概半年多，我就印了1000本。那想要跟人结缘，跟喜欢读书的人结缘，谢谢承德法师，谢谢各位同修，阿弥陀佛。好，谢谢佳明老师佛家常讲啊，功不唐捐我们尽心啊，为孩子着想说不定你教的孩子里面，以后有成为教育部长的，都说不定所以不能小看一颗种子这个种子都是。因小果大，你假如教出的一个学生是范仲淹了那这个得力的人就更多了，尤其这个因果的教育在次第当中呢，比道德的教育还要来得急迫，太上感应篇跟文昌帝君阴字文都是教因果的，教因果他不敢作恶，起的效果比较快，学伦理道德呢，耻于作恶，他羞耻心会慢慢提起来，但是速度没有因果快，甚至于我们在教伦理道德的时候都要。把因果融进去讲，还孝，不孝是什么果报？孝得什么殊胜的福报？这个都可以融进去讲。好，当然，这个法的弘传呢，还是很重要。人不学不知道，我们不能小看一个老师的力量，像我们求学的过程，好像也都没有遇到重视传统文化的老师，所以诸位老师，你们的学生遇到你们了，在因缘上啊，都比承德的缘好。所以这个我们做孩子一生呢，德行根基的真善人，做孩子一生的贵人好，谢谢江明老师阿弥陀佛。这个缘起是为了自己的小孩。再延伸到自己的学生，当老师的能够把所有的学生都当自己的孩子，哇，那个这个教育的愿力就很强了。好，我们看下一句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那这个物比方说在家里的。你家里有什么吃的东西你自己藏起来，没有先想到父母，那父母对我们恩德这么大了，这个一把屎一把尿给我们拉扯长大，我们现在居然有东西都藏起来，不先给父母，那父母看了这很难受了。我们这个念恩的心都力量那么小，那个贪心贪吃的力量比较大，那像古代，陆机怀橘，陆机才6岁当时候呢，袁术，这个地方官，请这个孩子到家里来做客啊。那陆机才6岁，
啊，这个袁术请他吃橘子啊，你看他一看，哦，我母亲很喜欢吃这个，啊，就把它放在兜里面的，啊，这个袖子放在袖子里面的，那后来要走了啊，因为他也很恭敬啊，要走了，跟主人谢谢啊，这么一拜谢下去呢，啊，这个橘子掉出来了。啊，这个袁术以为他喜欢吃，还要多拿几颗。哦，后来他很惶恐的解释了一下，啊，因为我母亲喜欢吃橘子啊，6岁呢，那可能我小学生都超过6岁了，啊，我们以这个古代的榜样。可以来启发孩子的善根。哎，大家有没有现代版的？现代版《陆机怀举》好。啊，我们在教室当中啊，那个相关而善呢，也是一个教学运用的重要手段，相关而善之谓谋。哎，今天可能我们老师送孩子一个好吃的东西啊，一定会有学生收起来没吃。你这个机会点要抓住了啊！你知道他就是要拿回去给他爸爸妈妈吃的，这个时候就要抓住这种机会去称赞这样的学生，他们就可以达到啊，相关而善的。好，那除了在家里啊，物不能失察，在学校里，在单位里，那都是公务啊，不能占为己有。啊，而且公家的东西呀，冤有头债有主啊。你去偷贪这个东西呀，啊，你后面的债就不好还了。啊，一世为官，九世流啊，你得去还公家的东西了。啊，那更具象的啊，比方说啊，在大陆啊，你贪个公家的东西啊，那人口十几亿啊。不好还了啊！古代都有这些事例啊，啊，像宋朝有一位大臣叫文彦博，他有一次在一个工程当中啊，就遇到很奇特的事情了，啊，有一只牛，就好像还能讲话。哎呀，一定要见文彦博。结果这头牛啊，就是曾经跟他同事啊的官员呢，死了，投胎了，做牛了，贪污了，这是来做牛还的啊。文彦博念及以前的同事情谊啊，就把他买下来。啊，来照顾他了。对，公家的东西啊，不能拿。大家有没有想到哪个拿公家东西，最后结果很不好的？你看，以贪来讲啊，天下第一贪官是谁啊？大家知道吗？啊，清朝第一清官好像是于成龙啊，正面的例子。照理讲，天下第一贪官应该是和珅呢。这个和珅的下场啊，
大家可以讲给孩子听哦。因为近代啊，还有一种说法说，做人要学和珅呢，很圆滑啊。这个在《太上感应篇》叫以恶为能呢，明明是很恶的行为啊，他还觉得很厉害。哎，我们的孩子可不能搞成以恶为能哦。有一些风气呀，你看那些公众人物，对男女情感很随便，哎，那种哎换了好几个，可能还有一种说法的哦，很风流，很有魅力。那个都是以恶为人能呢、啊，哎，我们的孩子有没有会错认以恶为能，有能力？所以扎根重要啊，这《弟子规》《太上感应篇》这真的都很重要啊！啊，我们是成年才学呀、啊，这些问题我自己以前都犯过啊。哦，那这时候因果教育就很重要了，哎，它风光一时啊，所以弄权一时，凄凉万古。啊，和珅呢，49岁就死了，他在这个嘉庆4年，等于是康熙皇帝一死后，第10天，他就被抄家了。就被赐死了。他的小儿子其实啊，在嘉庆元年就死了。嘉庆2年，啊，嘉庆元年他的小儿子死了，他的弟弟在军中染疫死了。他弟弟官在军中的官职很高啊，死了。嘉庆2年，他的孙子死了。嘉庆3年，跟他结婚30年的太太死了。嘉庆4年，他死了。再过了好像是11年之后，他唯一的儿子剩下来的也死了，几岁？36岁。所以他那么贪呢，最后是断子绝孙呢，公家的财，你能这么贪呢？下场都是很惨烈的。好，这些孩子都要会判断，公家的不能拿，别人的东西不能查。小孩之间会好玩呢，到商家去给人家拿东西呀。哦，有一个妈妈就发现自己的女儿，哎，怎么书包里面有几颗苹果啊？一问，给人家商家拿的苹果，那个也不是真的想吃，有时候好玩呢，同侪之间起哄啊。哦，那你当父母的发现呢？或者当老师的发现呢，这就是一个机会点了。哦，这个妈妈就带着孩子去给人家这个店家道歉呢，还给还给人家钱呢，妈妈跟人家道歉呢，那孩子他就引以为戒了。哦，所以。物虽小，勿私藏啊！这是教廉洁呀，所以入则孝，大家不能小看呐、啊。这每一句都是教八德最重要的根基呀、啊。因为百善孝为先呢、啊，它从孝行延伸出来，都跟八德相应了、
所以一瓜一果啊，之福贪呢，不能贪呢，一丝一毫之不苟啊，要建立这样的态度。好。我们看下一句啊，亲所好力为具。亲所好力为具就是尽力去准备啊。尽力去完成呢。比方这个父母就希望你以后啊就要效法师父上人这个孩子很接受，他就这么去做了，这就情所好力为具了。这尽忠尽己之谓忠啊。所以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依于君。这个情所好就是那个尽心尽力的态度，就在这里培养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王老师也很会引导啊，父母亲喜好或者厌恶的事情啊，为人子女应该如何来办理呢？来应对呢？下一句，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那子女的身体和品性有了亏损呢，对父母亲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你看，这个都是引导，让孩子去思考，让孩子去感受。导而扶谦呢，引导，不是一直灌输。在这个亲所好力为具啊，这个古人的例子就很多了。你看二十四孝，子路父米啊，子路尽心尽力，走那么远的地方奉养自己的父母。看着父母吃上白米饭呢，吃上粮食啊，哎呀，他很欢喜。后来父母不在了。他当了大官呢，钟鸣鼎食了，一次吃饭好几道菜呢，他反而流泪了，吃不下了，因为父母已经死了，走了，吃不到了，这是子路的心境啊。包含蔡顺食伤，你看都把比较甜的都留给父母啊。梦中哭竹，那么冷的天，竹子又没长出来，但是母亲病那么久了，突然想吃这个笋根。那生病啊，那是胃口都起不来了。听到母亲想喝笋羹呢，哇，他这个想一定要尽全力啊，能让母亲喝上才好啊，那种心情啊，这个就是力为具啊。前不久啊，刚好我们一个同学啊。他有一个现代版的例子，就是好像是山东吧，刚好啊高速公路呢发生车祸，太临时了，那警员呢就赶快处理啊，
但是有时候在赶快处理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车辆啊来不及，就是你给它显示的，它还是没有看到，结果那个车速就很快啊，就撞上来了。啊，其中有一台车啊，速度很快，直接就撞上来了。哦，那些警员说了，按照那种速度啊，撞上来呢，一定死了。结果居然呢，这个男士啊，只有擦伤而已啊。哇，这些警员在旁边看，大家都吓得半死了，居然看到他。爬出来了，擦伤，很惊讶。后来一了解啊，他呢是要开车啊，开400公里，把自己包的200个水饺啊，要送去给父母吃啊。啊，一个大男人包了200个水饺，开400公里，把父母最喜欢吃的水饺送过去啊。他不只是亲手耗力为具呢，他证明了，啊，这么孝顺的人啊，他逢凶化吉呀，啊，这个真的有鬼神护佑啊。按照常理来讲，那可能命都没了。好。这个啊，亲所好，父母亲啊所喜好的东西，当子女的都应该准备齐全。好，那当然这些句子，可能学生一听呢，那比方说啊，父母很好虚荣啊。那我是不是都要满足他呢？好，那这个又属于他所好的是随顺性德的，那我们当然要立畏惧了。那违背性德的，那就要亲有过，见识根呢。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在亲有过的时候，我们再来探讨。好，我们对于。我们讲了，学生可能会从另外的角度啊，甚至于产生什么疑惑啊，我们很敏锐的捕捉到啊，能够及时的补充一下啊，亲所恶，父母亲所厌恶的，都要小心谨慎的啊，能把它排除掉。那像这个啊，比方说我们的生活习惯不好，那就要赶快改呀，不然父母又要多操很多心了。好，那比方说熬夜啊，这个熬夜又跟下一句有关了，身有伤，贻亲忧。那我们当老师的讲话要有底气呀，啊，那得这一些部分我们是真有去做啊，不然你要劝学生啊不要熬夜啊，早睡早起啊，讲的时候都没底气了，哦，像我们小的时候，我记得爷爷。啊，都会常常提醒啊，交朋友啊，就要交值得交的朋友啊。那什么时候提醒我呢？我们有去接触当地那个都行为比较偏颇的呢，爷爷操心了，就在那里提醒了。那个这个亲所恶啊。啊，我们自己定力还不够，会受污染的，这个都要听爷爷奶奶啊、父母的话了。
那其实我们能够亲所好，力为具啊，那也都是有念着父母的恩呢、啊，有这一颗报恩的心啊。我们做的时候，我会做得很欢喜啊。而且佛也说啊，你静心奉养父母的功德、啊，跟奉养佛是平等的。所以父母是一个人最大的福田呢、啊。视若无佛，善视父母，视父母啊，即是视佛啊，这是佛，应该是在大集经当中啊讲到的。好，那陈德从自己这个所遭遇的人事的体验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像我母亲啊，跟我另外一个舅舅啊，他们的两个的福报最大。他兄弟姐妹不少啊，整个这个族兄弟姐妹很多人啊，哎，就他们两个福报最好，因为他们两个是专门呢、啊、去照顾奶奶，哦，所以修到这个福报啊，哦，而且刚好他奶奶呢又有学佛，哦，他们还学到一些，咒语怎么念呢？啊，这些，对，那个真的是很大的福田，啊，我们从啊自己家庭的这些势力啊，都能够感觉得到。好，哎，这两句有没有哪一位第一线的老师？哎，您也可以分享，您在教这个时候的引导啦，或者用的例子啦，这个都可以哦。好，大家都很有传统的美德，都比较谦虚，我看大家都是很用心教书的。好，下一句呢，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这个贻呢是遗留，就是身体有受伤了，会造成，会留给父母啊担忧，所以这个《孝经》特别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以啊，同学们，你看啊，天气一变化，这个妈妈呢，爸爸妈妈的心就担忧了啊，所以大家也要出门了，哎，赶快加一件衣服，不要着凉了。所以我们身体的健康呢，随时都是系着父母的心呢，不能受伤，不能生病了。更不能造成危险了。像好，比方说暑假期间呢，哇，就很多孩子是跑去游泳啊，出意外的例子太多了。那个就造成父母啊终身的遗憾了。包含那个社会的风气，像有一些年轻人都
飙车啊，啊，他不戴安全帽啊，啊，这都是社会的一个情况现象啊。借这些跟孩子做提醒，有一些真正出意外的，哇，那很惨的，啊，甚至于是自己变植物人，啊，还撞到人，人家也变植物人，哦，那个都造成自家跟别人终身的遗憾，甚至让他的整个家庭啊，都陷在地狱当中了。那要多痛苦啊！好，啊，这个在晋朝有一个读书人啊，叫范宣，啊，这个之后呢，都成为名臣啊，叫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啊，他8岁的时候啊。啊，有一次不小心啊，把手指啊弄伤了，啊，他就哭得很伤心啊，啊，旁边的长辈说了：“你怎么哭那么伤心啊？好像伤口也不大。”啊，这孩子说到了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所以这个手指受伤了。这个太对不起父母了，哦，这个是一个8岁的孩子，他都能这么去体恤父母的心。好，这个德有伤啊，贻清修。那哪一些行为啊，会造成父母觉得很蒙羞呢？啊，那当然，这个开解我们是针对在学校当中呢，啊，你不敬老师啊，啊，跟同学打架了啊，或者破坏公物了，啊，这些事情传到父母耳里了，啊，那父母就会很难过了。哦，所以尽孝应该要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忠也。啊，应该让父母因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光荣啊，不能让父母蒙羞了。好，那古代啊有。这个一个很极端负面的例子了，啊，董卓他弄权乱国，啊，最后的结果呢是诛九族啊，他的母亲啊90多岁了，都被带去啊行刑腰斩了，哦，所以他的德有伤啊。不止贻清修了，连老母亲呢，都因为他啊要被处以死刑了，所以我们呢，跟父母分不开了，跟家庭分不开了，啊，跟团体分不开了，甚至跟民族分不开呀。所以一个人啊，他的责任心呢，也都是在这些教诲当中啊培养起来的啊，他不会很自我啊。你看，哎，我的身体会影响父母呢，我的德行会影响我的父母呢。啊，我们有这个基础的，都懂得收敛了。啊，这行为不是很妥当，邻居看到了，啊，人家一句没有家教，好，我们就很不好意思了。
哦，那这个啊，不会说身体是我自己的啊，我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现在这样的孩子也不少哦。那我们父母老师有失职哦，没有教哦，不然他从小能提起要照顾好身体啊，照顾好德行了，他后面就不会这样了。好，那这个德有伤，贻清修。啊，我们跟孩子讲的时候，啊，你看你出去哪个行为不妥当，啊，人家说某某小学的学生，哇，你看那学校名声都被你拖下水了，啊，哎，刚好放暑假了，哎，可能你这些学生呢，可能父母要带他出国了，啊，现在出国很平常啊。哎，这个时候你当父母的抓住这个机会点，啊，诸位同学，哇，你要出国门了啊！你假如出去了，你在那个机场，哇，在那大吼大叫的，哦，人家其他外国人看到了，嗯。这个是 Chinese 啊，哦，你把所有中国人都拖下水了，啊，哦，整个中国人这个民族啊，的形象都被你给破坏掉了，啊，哦，这个德有伤，贻清修啊，连整个国家民族都因为自己的行为蒙羞了，这个不可以的。啊，你看他那个责任感，对父母对家庭的责任感，他很自然可以再延伸开来。哦，啊，假如你的学生还学佛了，哦，那不能给佛门丢脸了啊。哎，好，好。所以要让父母啊感到光荣，啊，让父母感觉，哎呀，这个孩子此生足矣啊，让父母能欣慰到这样是最好的，啊，甚至于啊，能引导孩子，啊，我们跟父母分不开呀，啊，我们跟祖先分不开呀。啊，有祖先，有父母，才有我们呢。所以，我们这一生德行能成就啊，啊，一人得道，九祖升天呢。这是佛讲的，啊，所以我们有一个祖师啊，禅宗好像是真忏大师还是哪一个祖师，啊，他成道了，啊，他。告诉大众，一人得道，九祖升天，否则诸佛妄语啊！啊，他就一把火点燃他母亲的大体啊，他母亲的神识马上升天，献给大众看了。哦，哎，小孩的善根不可思议啊！嗯。啊，假如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呢，我应该少造很多孽的啊。啊，我应该会想着，我多做一些好事，这样祖先都能得利益了。哦，承德的家族观念还是比较强的哦。啊，因为小时候回去拜祖先，啊，跪在前面有一幕印象特别深，啊，终身难忘。啊，因为我跪下去，头一抬起来，吓了一跳。为什么我的名字刻在第一个位置？哦，啊，因为我父亲是长孙嘛，
那我就是长曾孙呐、啊，所以我刻在第一个位置。我们传统的这种责任心呢、啊，都是从家庭、家族当中自然培养上来。我们看现在的孩子，心里只有自我啊，都没有父母，没有家庭啊。他们的人生只有消福报的份而已啊，只有造业的份啊。那这我们说实在的，太对不起他了。他人生难得嘞，得了人生还做了炎黄子孙，结果我们没有把孝道教给他，没有把5000年的文明智慧教给他，这个我们是有失职的。好，我们看这个下一句啊，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那父母亲呢？无微不至爱护我们。那我们为人子女能体恤到能感恩父母的恩德，那我们自然懂得要尽力去回报恩德，去尽孝啊。那这样要行孝不困难的。但亲憎我，孝方贤呢？那刚好遇到啊，可能我们做一些事情父母啊很不高兴处罚我们呢，打我们呢，但是我们还是不忘了这个恩德没有父母就没有我就不可能在这个世上了但还是懂得尽孝。那这个孝方贤呢？那一般，假如是功利的一种思想啊，总会认为，那父母要对子女有所付出，子女才有行孝的义务。那这个认知，那这个天伦关系，那跟菜市场讨价还价，那不是没有两样的吗？所以五伦十义啊，这不是利害关系哦。义是应该做的事情啊。五伦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应该尽的本分的。父慈子孝，慈是父的本分，孝是孩子的本分呢。所以在五伦关系当中，我们也是引导孩子这个不管对方是什么情况别人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我自己要先做对，我要尽自己的本分，不是做生意不是银货两讫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是这样的不是交易更不是以牙还牙的这种权利义务的相处这个要跟孩子讲清楚不然现在都受功利的影响那当然从进一步分析的假如今天在五伦关系当中呢我都是做对的，对方都是不对的，那这样我不是很吃亏吗或者那我的下场会怎么样
这个可以分析给孩子看了。哎，老祖宗留的一句话说：“吃亏是福啊。”那24孝第一个例子，舜王啊，他遇到的情况啊，他的父亲跟后母要害死他，这个在人伦关系当中啊，已经算是极恶劣的了。他轻真我啊，孝方贤。舜王只想着，那毕竟有父亲的养育，这个我的生命才在呀，所以这个没有条件的，我还是要去报这个恩，最后没有吃亏啊，感动了父亲跟后母了，而且自己的智慧也提升了，福报也现前了，最后还做了天子啊。没有吃亏啊。五伦关系里面都是这样啊，没有吃亏，因为福田靠自己的心根呢、啊。我的心用对了，我自有我的后福啊。那当然我们老师在跟孩子讲这个的时候，也是自己啊，在五伦关系当中啊，自己是真正体会到这个道理了，吃亏是福了。好像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是好像是不是苏格拉底啊？他的太太很凶嘛，他都能包容嘛，结果他就变成大哲学家了。所以他也没有吃亏啊。你看诸葛亮遇到阿斗了，你看这个君臣关系也是挺难的吧？但是诸葛孔明也成为一代忠臣了。所以人生没有吃亏的啊。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去做就对了。好，刚刚讲的这些，大家有没有自己的心得或者是您实际教学的例子个案，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刘老师好像有举手啊。阿弥陀佛，请问这个声音听得到吗？可以，可以，请说。师傅您好，还有各位同山道友老师们您好。那弟子其实是就是有，就是弟子以前就是在这段期间有稍微的整理一下，就是《弟子规》的时候，那个就是去年有稍微把这个"亲真我孝方贤"把它放在那个感恩逆境的那个心态里面。对，就是说，因为就是如果就是把它想象说，如果是众生或者是亲人，可能就是弟子算是蛮好命，就是父母对弟子很好。但是如果是众生或者是一些非就是可能跟对弟子没这么好的人。就是对弟子没这么好的时候，弟子就会把他想成，那是在一个感恩逆境的状况。就是弟子那时候就有抄写一些，就是《菜根谭》或是《格言别用》里面的话来提醒自己。就是像是，有一句叫做，又是《菜根谭》吧，叫做“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辅心之事，才是静德修行的底石。”若言言悦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正读中矣。对，就是弟子有时候会用这些话来提醒自己说，
诶，如果遇到逆境，就是在提醒自己，就是还有很多地方要在修行的地方。对，那还有就是，弟子又有一句话是弟子很有感触的，就是天欲惑人，必先以为福交之，所以福来不必喜，要看他会受。就是，然后天欲福人，必先以为祸警之，所以祸来不必忧，要看他会救。就是他完全体现了弟子心目中一种祸福相依，就是福报来了，有的时候你一骄傲心、傲慢心一起来，马上祸就来了。可是当你祸来了，如果你能够稍微的变成警戒、小心，往往你的福也就跟着来了。对，这是弟子对于这句话的体悟。不知道有没有讲的不够清楚或不够好的地方，那恳请大众指教，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好，谢谢刘老师啊，这个确实祸福相依啊，用对心了，祸都转成福了，用不对心了，福是顺境啊，顺境淘汰人了。就很容易染浊，就很容易要求，心境就很容易堕落了。那逆境是磨练人啊，所以这个我们在逆境当中啊，都能够忍住啊，都能够包容，尤其。我们刚刚讲到的亲真我孝方贤呢，其实学佛了都知道，众生是过去父母啊，未来诸佛啊，就像梵王菩萨戒经说的，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假如我们从孝的角度啊，从大乘的这个教义，那面对逆境恶缘，那个也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我们还是保持这个恭敬心，当然能够提起这个孝敬心啊，那这个就是菩萨行了。我们从地藏菩萨孝养自己的父母啊，延伸到可以孝养一切的众生呢。那在这些境缘当中啊，自己的这个心境啊，就可以很大的提升上来了。好，所以这一些都是古人处世的涵养啊，智慧啊，老师能够，我们说开卷有益啊，老师能很好学啊，多看这些啊，传承几百年、几千年的书籍啊，遇到很多情境跟这些句子、这些理，还有跟。相应的这些故事啊，都可以结合进来，跟孩子做适当的引导，契机的引导啊。其实老师喜欢学习，也会带动学生的，在不知不觉中就带动学生的啊。好学近乎自然，好学才能不断提升智慧啊。好，谢谢。刘兴龙老师啊，好，这个学贵心悟啊，学习也是很重要，要自己多去领悟啊，从每天发生的事啊，将这些义理能领会的更深，领会的更广。好，这个今天时间到了啊，陈德祥呢，我们之后啊，
啊，这个弟子规的学习啊，大家也可以多把自己的体会经验啊，可以供养出来啊。因为大家积累这些都是挺可贵的啊，而且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啊，越施智慧就越高了啊，种因得果啊，我们这个第一线的老师们啊，这个请不要客气啊，好，阿弥陀佛。谢谢大家哈！大众请合掌，礼谢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不为礼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法师，恭送法师，好，免送啊，大家。晚安，夜梦弥陀，再见。